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吹笛、吹大小门，一个七彩。三百，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也给我们长庚国小有这样带队的来到我们现场。现在其实来带我们的两只可爱的狮子，台湾狮，台湾狮嘛叫做闽南狮哈。好，台湾狮是我们最传统，我们在乡间所看得到的两只狮子，这两只狮子也是由手工。纯手工来制作，一层一层的纸跟纱布糊起来的，再加以彩绘。三拜，谢谢，掌声。这是最传统的一个演出方式，由三拜来开启一个表演的序幕。踩着七星，祝福大家都能够幸运心临在我们的身上。由大头婆也称为师兄师鬼，它的作用是在润滑整个活动之可爱的地方。我们人要洗澡，狮子也要洁身，所以来做嘎赛清身体的一个动作，而且他还会将不好的东西吐出来。掌声不够啊，谢谢。我们这个非常年轻的小朋友在演出，而且是一组是公的，一组是母的。我们有男同学跟女同学。好，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叫做困塞，叫做一日飞两日飞的意思。打打瞌睡，左右观看，这个也是跟神明打交道的一个标准动作。休息一下，长官的掌声比较多，他们就快醒起来哈、哦！谢谢。烧烧耳朵。哦呦！玩一对赛龟啊，真古锥哦！也是我们最可爱的师兄师鬼，能够让这只狮子、这一对狮子展现更加的趣味性，冰山环狮，有的无去，新的未来，病的大家拢是。全部都来，
谢谢。今天看到看下报道换一招。哎，各位啊，咱统一大家长、地方市长嘛，伫现场啊，那市长在今天看下我来。来，右下的市长跟咱的贵宾席哈，先入座，先入座，谢谢。市长好，市长好，我们五十人市长来做展现。好，我们准备要来做献脸的动作。准备做出献脸的动作，试试一定要经过三次，先看它会不会动，再闻它的气味，才能够来做咬脸咬心的动作。那么现在做的是采金的动作，金在我们农村社会代表丰收，所以当五十岁有表演采金，也就是祝福大家今天所有的人都能够大丰收。谢谢。我们准备来做献脸的动作，祝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成功。好，你的掌声掌声好，大会，咱的会宴圆满成功。咱每一位嘉宾，咱市长跟咱中华贵宾每一个嘉宾，拢会使健康快乐。我们使者跟鼓手跟这些配乐，文场来说声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也谢谢我们八里长庚国小有校长领军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台湾式演出。是，感谢在咱新北市八里区咱的长庚国小演出吼，谢谢大家。来，翕一下相的吼，翕一下相的，来来来。